你们好，我在菜园，菜有很多菜，有菜园，我在菜园看看有什么，看看那里，哦，有一点点的红，红色是一个西红柿，西红柿。番茄是 tomato， 西红柿也是番茄。对，看有一点点红了，啊，太好了！有很多的很多的番茄，看看，不是红色的，那里有红色的。那以后 ，later， 以后。他们也有红色，现在没有，是绿色的，绿色，有很多绿色的东西，很多的绿色。看那里，是绿色的，可是中文我们说黄瓜，黄 yellow squash， 瓜是 squash pumpkin melon， 黄瓜，看看那里的黄瓜还没有好，有一点小。你看黄瓜的外面，有东西，有。黄的花，有黄瓜，有很多那里的小番茄，还有什么呢？那以后还那里还要有菜，还没有，所以有水要给。那里一点点的水，那以后那里也有菜，好吧？我很喜欢我们的菜园，有番茄，有黄瓜，也有一个瓜叫。小瓜，小瓜，它还没有好，可是在那里有一个，大一点的，黄小瓜，看，它好了，我要它了。你看，我是这样做的啊。有一个黄瓜，哦，不是，不是黄瓜，是小瓜，小瓜，不要它，小瓜。那里有黄瓜，看黄瓜。对呀，你看，黄瓜的外面是很绿的，小瓜的外面。也是绿色的。好啊，那再见。